我们来到了医院，等一下又要打针了，不要哭啊。你现在笑，等一会儿打针你就不会笑了。怕的看到医生，还医生还传染病的，打针的医生。咦？咦？等一下，你就有你哭的时候。刚才哭得这么厉害，打的时候没哭，打完之后嚎啕大哭。哎，现在好了，就痛一下，对不对？对。谁让你刚才笑呢？笑医生。我有1.8米，我今天穿的可是穿不到60，然后体重呢是6.6公斤，都是666。今天他很顺。